的那个麦考一个金马啊，很远。对，那就是他在讲，就是说希望可以，就是不管你是黑人或白人，都可以怎样，都可以当我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他一直这样子说，好，那就可以当我兄弟，就不管你是黑或是白。